昨晚方晶石爆炸，虚空之力暴涨。卡卡，我们无法再次封印谜题内的虚空之力。我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现在身上是虚空之力，属于不祥之力。 情况非常危险，他现在每使用一次，就会让虚空之力增长一分。如果不及时压制，卡卡将沦为虚空兽的傀儡，永夜才是这个世界的最终归属。 我想学习驾驭虚空之力，成为能保护别人的力量。但你必须保护好你自己。没想到那小子居然是破解封印的关键。抓紧我！这是虚空之力。